我们按照惯例，第一次上课要稍微说明一下这门课这学期大概要上哪些部分啊，所以我们还是先从 syllabus 开始讲。好，那stochastic process 或 random process， 有的学校叫 random process， 基本上是工程科系一个非常重要的课。好，以前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我们第一门课啊，去研究所第一门课就是要修 random process。那为什么它这么重要？那它算是因为我想我用一种方式来跟各位说明一下。因为譬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手机，好，我们要设计一个手机，那你当然知道说我们学了很多譬如说数位通讯的技术，然后你就开始设计一个手机，可是里面有一些部分是你没办法掌握的哦，不确定的部分。譬如说你将来设计的手机是要传什么资料，你并不知道，对不对？你并不知道啊，那所以你这时候在设计的这个当下，那你要怎么样去思考呢？那就是用一个 model 叫 random process。 你将来要传的东西你把它当作一个随机的一个部分。譬如说你并不晓得它要传的是零还是一，可是你可以知道，譬如说我假设我将来要传的零跟一的几率分别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然后在这种前提之下我去设计我的系统啊，那所以这 random process 在这里部分就变成相当的重要，因为很基本。或者是如果你要设计一个手机，你将来一定会有杂讯，那这个杂讯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也不知道，所以这时候怎么设计？假设它是一个随机的杂讯啊，比如高斯杂讯，那你就针对这样的一个高斯杂讯，一个不晓得来源但知道几率的假设，一个声音传输的来源，你去设计你的系统，好，然后在最大的几率底下你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传输效能。好，那这就是我们工程设计基本上需要一些 random process 的概念的一个基本理由。因为不管你设计什么系统，你里面都有随机的部分，好，那都有确定的部分。好，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model 来做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们这门课基本上是希望当然给学生一些必要的背景啊，然后来学习随机的部分怎么样去 model 啊。那我们会包含的 fundamental 的部分，大概前两章是非常基本的部分，那后面会教一些相当 advanced 的比较深入的部分。好，那以前我在美国学二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只有教 fundamental 的部分，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把一些比较 advanced 部分都一起纳进来。好，我想这个是那我们的课程相关的部分其实在 syllabus 都写得很清楚，我们稍微做一下介绍让同学可以想想看。当然我还是希望同学有机会还是修一下这门课，因为对于你将来在学其他的课程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们课本用的是比较旧的一本，是2002年的 Propolis。那主要是 random process 基本上这几年当然有出一些新的书，可是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新的比较特别的内容，所以我们还是沿用旧的课本。当然我的内容里面有很多部分是我去补充的，好，所以课本并没有啊，所以大部分我们会以我的课程讲义为主啊，但是大概的顺序会 follow 我们这本书的内容。那这本书其实也算是经典，它有个好处就是它的 example 特别多啊，里面有很多的范例，然后后面习题非常多。好，那我想 Propolis 出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哈，都算是经典啊，所以我说我这门课基本上我们会用这本为课本。那我们课程基本上都已经排定了行程哈，我们会有三次的期中期末考，是大考，大概考三个小时，然后会有三次的小考。好，所以当然会有定期的让我知道一下同学学习的状况。那我们coverage 内容基本上是从第九章开始。好，那第九章事实上是我们花比较多的时间，它是非常基本的部分，里面还有包含我补充的一些内容。好，那我们会教的相当的完整。那你看到这个课程的标题，比如说九至三，它写 power spectrum， 你大概知道说我们在工程上其实最关心的是 random process 的 power spectrum，就是它的 power 分布的能量哈，能量在分布的一个范围哈。那所以这个事实上我们会花一节的时间来讨论。第十章我们基本上会 skip 十之一跟十之二哈，因为十之一基本上是 random walks。那 random walk 基本上
它蛮简单的，所以我想同学可以自己学习哈。所以我们会从第十至三开始讲。那主要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是电信工程研究所哈，所以我们 modulation 对我们俩相当重要啊。那所以我们会从 modulation 开始讲，然后进入 cyclostationary， 主要是我们工程上所碰到的随机的source 基本上都是 cyclostationary。然后接着进入 bending process 跟 sampling theorem， 好，然后会讨论一下杂讯，然后会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公式再演一下，叫 Poisson sum formula。好，那接着我们就进入比较 advanced 的内容，就十一、十二、十三章。好，那十一章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课程的编排就是希望从 power spectrum 再进一步去做分析。好，那就 spectrum representation， 啊，就是怎么样去看一个合理的我们看得到的一个讯息哈，它的 spectrum 的特性哈。所以他讲到 factorization 哈，跟 innovation 基本上就是我们在真实的世界到底什么样的 random project 是看得到的，一般来讲就是可以做分解的哈，可以做分解。然后我会告诉你理由，因为输出等于输入的的 power spectrum 乘上 filter 绝对值的平方，而那平方基本上就是一种分解。好，那十一至二是一个简单的 state machine 的概念。好，那十一至三讲了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 spectrum 基本上两个很重要的分析的 tool， 一个是 Fourier series， 好，另外一个就是 KL expansion。 那概念不一样， Fourier series 基本上从频率上来讲，那 KL expansion 从正交上来看。好，那接着跳到十一至四，哈，十一至四就是我们的 random process 跟 spectrum 的关系。然后十二章就是我们讨论一下，就是怎么样去估计 spectrum， 你碰到的 random process。基本上我们对 data， 其实在分析上，我们可能会移到频谱去做分析。好，那那个频谱就是 spectrum。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很好的估计？那我们介绍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 ergodicity， 好，它事实上就是保证你可以估计。好，因为有的source 是没办法估计，它如果不符合 ergodic 的概念，那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介绍这个观念，因为这观念在每一本书都不大一样，那有一些混淆，那我们希望把它介绍清楚。然后十二至二主要的内容就是 spectral estimation， 那十三章就是 mean square 的估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工程工具。然后我们会介绍如何做 prediction， 然后十二至三我们其实会解，好，我们会解哈，它是从实作的角度来看 spectrum estimation， 所以它会有个 lattice structure， 啊，怎么样用实作上能够做的一个结构来做 spectrum estimation， 那基本上应该算是一个很完整的对 random process 的介绍。